大家好，我是立法会议员谢明信。又到我跟大家有嘢讲啦。大家记不记得嚟紧星期日12月10日是咩日子呢？冇错啦，就是2023年的区议会选举啦。大家点解要选区议员呢？其实区议员的角色咧好重要喎，发挥了联系市民大众和政府桥梁的作用的。除了要協助我們政府改善民生之外，亦要收集居民的意見向政府反映，亦要為居民服務。而今屆的區議會選舉亦是完善地區治理的體系之後，重作區議會後第一場的選舉，關乎到我們每一位香港市民的切身利益和長遠福祉。所以你們每一票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在這裡呼籲大家，睇緊有嘢講嘅你，所有嘅香港市民，所有嘅朋友，星期日記得叫埋屋企人、朋友一齊投票，選擇有能力、有承擔嘅候選人。履行大家嘅公民責任之餘咧，亦都可以讓到有能力嘅候選人咧進入議會，服務大家，建設更加美好嘅社區。當日全香港有超過600個投票站嘅喎。對方選區的投票時間咧，會喺朝頭早8:30到晚10:30嘅。大家緊記啦，睇翻自己的投票通知書，帶埋個身份證到指定的票站投票啦。